上要来直播，今天是开箱，然后我们从中研院资讯所收到了四箱创用 CC 留下来的物资，就是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创用 CC 计划，然后就是他们清点一些物资出来，然后就寄了四箱来公寮，然后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然后第一箱刚刚其实已经偷偷打开了，就是发现第一个东西是冰图，等下来冰的冰图，听说很难冰，那我们能不能今天晚上把冰完？冰不完的话就会赞助桌子。然后那旁边有冰图，旁边有简介，这是荷兰地图学家的绘制，1651年，好不啦？他是活到1651年，这个地图收录在1633年的麦卡托红蒂乌斯地图集中。我听一听，好，没有听一下是的。哎，有哎，没有听一下，好，这样朝鲜都会注意到啊。本地图图样下的这 Wikimedia Commons 为澳洲西南威尔斯州立图书馆收藏副本扫描档。然后这边有教育部的入国网。好，然后再接下来呢，有噠噠，这个是卡巴卡的 T 恤，曾经，我有花钱在博客来还是 DC 有买了一件，当时好像博客来吧，卡巴卡的 CD 跟 T 恤，卡巴卡的 CD， 那卡巴卡主要是就是猪头兵那个时候就是找了一群音乐人一起录音，然后就用 CC 的方式放出这些歌，只是用。做了一遍全 CC 的 CD， 然后我一直以为只有一片，没想到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片。一个，就我当时买的时候是绿色的，然后这边有蓝色跟红色，所以没想到卡巴卡有好几片，还是其实只是包装不一色。好像对吧、啊？我买的时候是绿色的，不知道是不同歌，跟这个好像是一样的，差不多是一样的。跟绿色的 ，yes 吗？不是，这个跟这个跟蓝色是好像是一样的，对吧、啊？编号是一样的。yes， 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绿色的那个。然后这是 DC 的 T 恤。现在不要让我翻了。很多好多 DC 的 T 恤，然后是成品呢、欸，对耶，独成品。后面这个不知道什么，这是什么字？骨，不错，不错。一个 C 一个骨，需要猛点资源。一个左边一个钮，右边一个骨。哦，反正我就是小时候曾经花钱买过。哦，这样还有，这样还有好多 CD， 看这下就是全部都是 CD， 全部都是 CD， 然后跟卡巴卡的 T 恤。哦，然后有个不同的 T 恤，就是 CC 的，就是 CC 的 T 恤 ，CC Creative Commons .org/W， 然后就是 CC 的图。所以除了卡巴卡以外，还有这个。然后那卡巴卡的 T 恤后面有 QR code， 然后扫的时候就会是那个卡巴卡的音乐的载体。甚至我不知道现在扫的时候还会有，还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这个叫 DLS 哦，在这里啊。DLS 哦，对。哎、欸，所以红色的也是一样的啊，所以它是同一片，它只是同颜色而已，哈哈哈。红色的，一跟同六都是一首歌。第一什么 ？DLS Dream League Soccer。然后第一首是林强。DLS 吗？对，就是梦幻联盟足球。他这个是世界的复赛。哦，然后隔壁有人在玩游戏、啊，所以大家可能听到旁边在讨论。哎、欸，然后这边还有三盒，还有三盒拼图，噔噔。啊，没了。啊，它展点失效了。好吧，那如果你穿那件 T 恤上街的时候，别人扫了就会发现你撕裂的。看来这边就是有超级多的 CD。撕裂。应该有三层吧？我看一下有第三层。那都烂掉的。哎、欸，第三层也是，哇，这大概有个 N 百片吧？这，好，如果大家想要这个 CD 的话。C 看可以来，就是莫提亚比的摊位，我们应该立马去发一发。按一个赞，拿一片这样。啊，要想一个跟 CC 有关的活动，就是比较有意思一点啊。那个拼图，既然上面有印的 Wikipedia， 那有印的 Wikipedia， 那维基要不要拿回去拼啊？拼一拼挂办公室啊？到时候搬家的时候就是一个麻烦。哎。
亚被危机被秘书长拒绝了，下一次秘书长还是呢？还是让我拿去台中聚会地点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也送出一盒，还有三盒，啊，还有两盒。好，那先有人要 XL 的 T 恤吗？你目前的观众如果有 XL 的 T 恤的，记得赶快在群组上面说一下，不然，哎，真的有哎。一把出现了。好，如果有人如果想要就是 XL 的 CC T 恤的话，可以留言。然后又是 XL 的 CC T 恤，然后卡巴塔的 T 恤，哎，这件是 M 的，先干下来。对，我就是主持人私心干下来的。哦，然后还有一件卡巴塔的 T 恤是 M 的。一样如果有人想要的话，就赶快留言或举手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包装，当时在成品的原始包装。然后，对啊，这上面还有就是这张，还有这张在讲说是 CC 的那个，对这个有印象。我当时买的时候也是包成这样，就是一片，然后加这个，然后还有一条绳子绑在。有人要，对哦，这样来。Davis， 耶，你。你要的话就直接讲就好了，就会有点用。你要哪一件啊？你要按你的 T 恤吗？好吧，好，那你下次来的时候你要穿这件吧、啊。或者是立刻穿起来。要证明没有拿去卖，是不是？这应该很难卖吧？对啊。它是原味就不一定了。哎呦，原来瑞哥的兴趣是，太可怕了。转卖原味。好，下一箱，来一下，这样，来这样。好，左边那箱吧，这箱也是很重的东西啊。每次开这种箱都会觉得说是很怕切下去切到下面的东西。你找一个聪明点的开箱方式才对。先切侧边就比较好安全。是的。哦。行政院、中央研究院、资讯科学研究所，而且是闪亮亮的书诶。指引，套用 CC 授权指引。授权。政府机关及民间组织篇。啊，那个这应该可以翻译吧，对不对？这是 CC 啊。2008年3月。这个封面是用闪亮的纸诶。闪亮吗？超闪亮，看来应该有的。300本之类的，放用 CC 授权指引，然后里面有什么呢？里面有采用 CC 的优点跟限制，还有条款介绍，如何释出，释出作品的说明，国内外采用的情形。哦，还有范，我们有条款范本，哦，授权书的范本。同意书的范本，好吧？那东西都有。如果大家想要就是想要认识一下 CC 的话，可以就是来中寮索取，然后一样 CCon 我会带一点去发 ，Costco 也会带一点去发，然后那个两百去放后面桌子，好，这好散，太散了。然后多拿点出来，下面还有结果一拿到下面那本就不同东西。开放政府资料的原则与现况。哦。哎呀，这是2013年的书。看来我们可以就是从这本书的内容里面去发现，就是2013年到现在政府的在开放资料上的进展。就是庄老师写的，林瑞仁中林瑞老师写的。什么是开放政府资料？政府资讯公开是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。开放政府资料是什么？然后后面有范例，然后还有参考资料，然后最前面也有 CC，是很多字的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还有没有其他的？看了没有？其他的没了。那都一样。哎呀，结果 CC 的掉手，这本书就没有掉书，这本要怎么办？这本年底那个居民币扫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个方法来把这些书拿去，就是处理掉。像是大家去那边，然后拿这个碟，拿这个碟骨牌，对，碟骨牌好了，就是盖个塔好了。
开放政府资料的卡，然后我再把它一次推倒。我这下超痛。等一下也要拿到后面去。好，希望剩下这两箱不会又是全部都是文宣这样。来，可以看。先来一个大的。好、哦，哎呦，好、哦，我是文轩跟，不是，签收单嘛，所以我要签收单，我要签这一张嘛，我晚一点再去问。哦，你好，欢迎，噔噔噔噔，赛场的观众有多少人有拿过这个胸章吗？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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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期胸章有印象哎，有哦有哦，我记得最早参加社旗的时候就有拿到了的，应该是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。然后有两包，好、这胸章品质还不错，库存了这么久，就是上面都没有变色，那些都没变色，对吧、看起来是个很厉害的胸章嘛。好，然后这一箱看起来全部都是就是笔记本，也是资讯所的笔记本，然后里面是。里面就是一个 CC 的标题，然后就写字的线，然后最下面我原本以为最下面会有就是勾，让你勾可以就是本页要用什么授权释出，看来是没有。好，就是 CC 的笔记本，那来 C 通来领，然后或者是就是如果大家缺笔记本的话，也可以平常来公聊来，就是有一整箱，我们要先拿个几本起来放后面。好。最后一箱，就先说担保要还要签吗？对啊，我要签完之后自己手传回去之类的，然后再来问，再去就是其他社区上面问。最后一箱，通常最小箱的都是最精彩的。刚刚的胸章好像放在这边，好，胸章如果没有在就是去 C 抗前发完的话，那我们一样会再去 C 抗。啊，如果在 C 抗去 C 抗前，就要在这边被大家抢光了。啊，又是一样的东西啊，又是一样的闪亮亮授权指引，这个比较好玩。底下好像不一样，一样的，一样，一样，颠倒了，一样，对吧？就是闪亮亮授权指引。至少不是，就是又是开放政府开放资料，对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对政府开放资料可以维持。好，这、就是今天的 CC 的遗产物资开箱。从 CC 从中研院现在搬到了就是 OCF， 大家如果有对 CC 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到哪里？CC.OCF.TW 吗？或者是 OCF.TW 学院 CC 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大家自己 Google 吧。就反正 OC 现在 CC 活在 OCF， 那大家可以来参加。那要钱吗？有观众问说要钱吗？那当然是不用钱啦。啊也，但是欢迎赞助。那如果想要支持 CC 计划的话，可以就是往 OCF 去。好。那我们现在直播声，现在有五个观众，那看一下现场状况。哇，大家看不到 Rick 的发型，刚染呢，染很久了，好，对，好，就这样子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周五的直播就到此结束，请大家就是帮我们订阅 YouTube 上面的 Mozilla 社群，不是 Facebook， 而是 YouTube 哦。因为订阅者要足够多，我们才可以用 YouTube 开直播。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在 YouTube 上开直播，好悲惨啊！好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，拜拜。